晒跟水洗有什么区别？它是果实采集下来之后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已。简单来说呢，日晒就是把果实铺平，在太阳底下晒2到3周的时间，而水洗呢就比较复杂一些，它是通过发酵去除果皮，再通过不停的冲洗来去除里面的杂质。就是说，日晒的话可能杂质多一点，但是口感会丰富一些。水洗的话喝起来就会比较醇香一点。简单粗暴一些的话可以这么说。我发现你可以啊。要不要收我为徒啊？下跪。下跪，想占我便宜？哼，不过我这儿确实有挺多问题的。这样吧，我的 QQ 号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你们认识啊？同学。你就是南希吧？哎呦，厉害了呀！我以为你年纪大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不别说话。喂，好的，希望明天还能看见你。我不希望能看见你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是有点怪。